那2020真的是很特别的一年哈，因为各家厂商呢都像发了疯似的推出各式各样新的机种，像是 Sony 推出 HS3FX6， 那如果你对 HS3 有兴趣的，你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频道。那像是 Canon 推出 R5R6， 尼控推出 Z6 Z7 的第二代，那 Blackmagic 出了新的 Ursa。那在这么多家的品牌全部推出了新机种之后呢，那大家一定有个疑问了，那请问到底什么样的镜头是我们最常使用的？每次出去讲课呢，大家都会喜欢问我说，欸 Daniel， 请问一下你最常使用镜头是什么镜头？其实这个问题不论是老手还是新手都会问的问题，可是这问题就有点像是问你说，你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，或者是你最喜欢颜色是什么。其实这是一个太广泛性的问题，那会造成这样子的问题，我觉得最大的主因是大家都一定听过大三元。对，那大三元就是所谓的16-35、24-70跟70-200这三颗镜头，是我们所谓的大三元。但是在我个人的使用上面，我并不觉得大三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镜头。那我个人偏好的是定焦镜的大三元，就是所谓的35、24跟50。对，那思锐在今年度的年初的时候出了35跟50这两颗镜头，那想不到我们竟然在今年他把他的大三元凑齐了，也就是今天这一颗的主角24定。这次的24焦段我们拿到的是 M43 的卡口，另外还有 Sony 的 E 卡口、尼控的 Z 卡口、富士的 X 卡口和佳能的 EFM 卡口，光圈 2.8 至 F16，它是一颗全手动镜头，对焦和光圈环都非常的滑顺，接近190度的对焦行程，让你便于手动对焦。最近对焦距离相对于前两颗镜头近了不少，60公分让你可以靠近被摄物取得更浅的景深或不同的构图。但比较可惜的是，镜头口径和前两颗不同，为72口径，需要加装转接环才能与35-50共用滤镜。以前其实刚接触摄影的时候是很喜欢使用广角的，对，因为觉得广角镜头可以把景啊、人物啊全部带进去，而且你会觉得画面很有张力。但是当我越来越深入这个领域的时候，我发现其实24定它是一颗高手在用的镜头，因为当你要把景跟人物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比例的时候，你需要有很好的构图技巧。当我们在使用思锐24定这颗镜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贴近被摄物体之后呢，因为它是一个宽景的镜头，所以就算我们离被摄物体在一定的距离之下，我们旁边的景色还是可以进去非常的多。而且因为这颗电影镜头的发色非常的浓郁，配上手摇的画面，其实你可以看到它是非常非常接近电影的质感。那思锐终于在今年把它的产品线全部凑齐了，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用同一家的产品，那这对于我们在后期的调光方面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，因为如果你使用不同家的镜头，其实在后期调色起来它的颜色落差会非常非常大。那也很感谢思锐在今年的时间可以把所有的镜头都补齐，也给创作者一个更宽广的创作空间。